呢个系东京最新嘅商场， 7月19号先开嘅。 今日17号， 我就带你去睇下先。 唔好以為呢個係炮谷啊，入面咧有可樂同埋 cream 噶，我試下先。好，玩完啦。 比想象中難打嘅，咁佢入面咧係有得揀 speed 噶啦，有90、80、100同埋120，佢都有得仲快啲嘅，咁你可以揀翻啱自己嘅速度去打啦。好，我要再嚟啦。 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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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肥美。 好 fresh 啊，好似啱啱摘翻嚟咁。 夾曬啦，我夾。